从那天开始，中国人心中的爱被更大规模地释放出来，爱陪着我们度过了很多艰难的日子。巧了，今天又是1月25号，这一定是温暖日子的开始。请相信，在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的感召下，我们所有的人会像一家人一样陪伴在灾区父老乡亲们的身边，陪您走过每一个家园重建的日子，一直走到平静、快乐、幸福。好好活，活得更精彩，一切会好起来的。加油，灾区的父老乡亲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很荣幸地为大家介绍一个特殊的演出团体。在大地震当中，他们常年演出的剧场被震坏了，于是演员们就来到了废墟旁边，为受灾的父老乡亲送去舞蹈，送去歌声，当然也送去了重建家园的勇气和信心。这就是我们的四川民族歌舞团。今晚来自这个艺术团体的羌族、彝族、藏族、汉族10多个民族的30多位演员，带着对全国人民的感激和祝福来到这里，一起欣赏他们为我们表演的《天地吉祥》。谢谢，谢谢来自灾区的艺术家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。
我相信所有的朋友看这个节目之后，内心都充满了温暖、感动和祝福。我们祝福并且坚信灾区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。让我们再一次把祝福的掌声送给他们。